保罗的平行世界，关于年龄。子曰：子曰，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现代人的解释是：一、高中之前享受人生；二、三十而已，四十不惑，以后再说；三、五十岁就认命了；四、六十岁开始忠言逆耳；五、七十岁以后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。